当一个人顺利进展自己事业的时候，自然会越来越有信心。我们从自己的事业里找寻到自己的自豪感，我们想要从中寻找自己的价值，加上野心勃勃的斗志，总能从自己的岗位里找到存在感。有些星座的人，他们野心勃勃，斗志不少，他们会从自己的事业混得风生水起，总有一些好的机会放在自己的眼前，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。那么一起来看看这三个星座是谁吧。狮子座，狮子座的内心从来都不服输，虽然也有遇见困难的事情，但是狮子座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抱怨，他们就是一个目标朝前进步。狮子座野心勃勃，不会为了一些小的安逸就停滞不前，他们有着更多的野心，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，事业会更好。处女座，处女座要求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的完美，生活里也是有着更多的机遇。处女座野心勃勃，虽然他们不曾从自己的表面流露出，但是他们内心早已定好了计划，让生活存在着更多的可能。处女座的事业会风生水起，事业开始变得更加乐观。摩羯座，摩羯座在工作方面会有着很多的计划，他们是一个很稳重的人，不愿意拿自己的事业去冒险，他们野心勃勃，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走上自己事业的巅峰。他们在事业里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行动，自然朝着目标不断前行，事业也有了更远的旅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